那些你认为很丑的男明星，他们的颜值是如何的？王祖蓝就不用说了，他应该是公认的不好看了，要不然娶到李亚男的时候也不会让我们这么惊讶了。那么他真的那么丑吗？不，他不丑，他年轻的时候甚至有点小帅，所以看起来还是一个挺清秀帅气的男孩子。中间这位穿蓝色 T 恤的人是谁？其实就是陈赫了。以前一直以为大家说陈赫是校草是在开玩笑，直到小编看到陈赫年轻时候的照片，这可不就是校草本草吗？可以请陈赫瘦下来吗？黄磊也是，我们这一代人认识他的时候，他就已经是一个有点微胖的中年大叔了，但是他也是学表演的人啊，好歹有点颜值的。年轻时的他长这样，再看看沙溢，他年轻的时候也是帅过的。最后放上一个年轻时的神颜张卫健，虽然小编觉得他现在也蛮好看的，但是年轻时候真的是惊为天人呢。王祖蓝和陈赫，你俩可不考虑一起减个肥，重回颜值巅峰？